美国知名的 YouTuber 野兽先生为了庆祝生日，原本说呢要抽出五名的幸运粉丝，每人赠送10,000美金，也就是新台币300,000元。现在又加码到了10位。那么就在呢凌晨的时候，他也在 IG 公布了幸运儿。而这一些呢抽中的粉丝疑似是有亚洲脸孔的，像是呢新加坡的艺术家、设计师，他也强调啊得奖的就是这十位。如果收到其他人的私讯的话，那就是骗局。另外网红 model 林倩也跟风抛出了抽奖文，桌上啊摆满了900万元的现金，说要举办台湾限定的抽奖活动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尽好新闻。